祝福你哦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人人为我，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普及。做父母的都是希望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我今天的主角林家庆师兄对他的孩子都这样期待，后生国小的时候成绩很优秀，他们父母都安排他去读明星学校，但是换环境了后，后生的功课对不到，却变成一个问题学生。他用打的用骂的想要改变这个情形，想不到等到后生越离越远，甚至不爱跟家裡的人說話。師兄是要怎麼做才能改變跟後生的關係呢？我們現在就趕緊來看他們的故事。林師兄這間買的是提燈嗎？沒啦，我提燈啦。提燈是這個不夠？沒啦。这是阮台风一个社区哦，在芙蓉镇啊，嘿，这算一个环保点。林师兄，你很熬炸。那大家拢熬炸。哎呀，大家拢熬炸。我拢一三五就来。我拢六点半，啊，六点五十就等下。来二十分钟，啊，就等于准备要上班。啊，因为拢，因拢头做到头八点左右就休困啊。哎呀，唔好想出去哦，唔好想出去哦。林家庆师兄十六岁，爸爸往生了后，伊就去学做师啊，甲人做师长。在都市想要徛起，对这个无学历、嘛无背景的婚姻装卡囡仔来讲，必须爱付出比别人搁较侪困难。少年的时阵，有影做打拼，因迄阵阮大家差不多有头四五个月尔嘛，做西装晚年迄个时间啊，啊，所以我拢去北京商社，日时去上班。因为我本身迄间都已经服装公司啊啦，啊有咧做。啊，有当时啊，空气较袂食，我是啥？啊，朋友介绍讲啊，某一间商社，还佫欠一个师傅，啊，我着暗时啊，直转来忙做。伊呾大家几乎差不多将近拢还有四五个月啦，拢暗时啊，拢啊，拢一点点外了困。因为我拢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讲，阮老爸较早做穑人哦，我爱比阮老爸较进步，啊，我嘛拢足期待讲，我个囡仔比我佫较进步。走。感恩哦。你工作搬来去修啊？有啊，干家。那弟弟宝宝要睡觉。啊，左右邻居拿过来的啊。哎呀，哎，我这拢一礼拜量拢差不多安。啊，厝边隔壁嘛会知人客来伊食。啊，已经做足久个啊，啊，大家拢会知啊。诶，毋是大家拢知啦。啊，都有看到，都揢咧啊！哎，我外口有揢一块牌啊，伊啦厝边头尾遐拢会揢啦较济啦。
啊，有当时啊，暗时啊咧做，因都有看呀。啊，看有些拢会来问啊。要来问啊，今仔衫有咧回收无？今仔衫嘛一个太太，即两天才载。啊，迄阵啊，都感觉有迄个量啊，啊，有迄个量，就加减忙收忙做啊。最主要是延长它的物命啊。会当搁再利用的物件，散掉就拍算。做环保啊，着一个师兄，伊咧讲，伊要去做环保啦。啊，咱着讲好啊，自告奋勇着参加伊去做。啊，一做着做掉咧啊，啊做到今嘛。你是自告奋勇。应该会算啦。是真好朋友啊，啊三十多年的朋友啊，阮阵啊熟识的时阵。啊！咱伫彰化，咱住彰化时阵，单租厝啊，啊，大家熟识安尼啊。啊，后来他们先租进慈济啊。啊，来台湾到济时阵，伊拢讲慈济安怎安怎，哦，就有一点向往啊，就讲那慈济这么好，哦，我们来去看看这样啊。嘿，啊，拄啊，迄个因缘拄啊，囡仔拄啊较大汉啊，吼，啊，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第一次去做回收。哦，那一次很好玩哦，啊，去看怎么是这样的，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。啊，看到很多那个老菩萨，年纪那么大了，还在那个大太阳这样做。我说他能够这样做，我们也要这样做，就跟着师兄一起这样，就从那时候开始做到现在。哦，所以你跟师兄是同时？同时，对。嗯，嘉庆师兄的太太侯素丽师姐。做环保已经十六年，伊是一个真顾家的太太。当年，伊看到师兄逐天为钱伫个走动，就下决心要用伊的手艺考一张丙级厨师执照。东西吼，加工过的东西有时候不太安全。嗯，都尽量青菜呀、啊，简简单单的煮一煮就好了。哦，因为那时候就94年的时候。那时候经济不景气嘛，啊，那都工厂的薪水都蛮低的。那时候就想说要考一个丙级执照，然后找一个比较好的工作，啊，那就去考，学了好像几个月就去考上了。然后就讲说，薪水可能会比较好一点，可以改善家里的一些经济啊。啊，很多想法就是跟现实没办法。没办法符合这样啊，因为你要那个，你要去当那个丙级厨师啊，大部分都是在假日啦啊，因为假日的话，我们假日一些慈济的活动都在假日啊，所以想一想就好算了，就没有再去找那些饭店、那些餐厅的工作，本来是考完想要去找餐厅的工作。吃饭饭，真可爱，吃饭饭。啊，真棒啊！啾啾啾啾啾啾，你要吃饭饭吗？林奇贤是苏兄唯一的好事，第一今年。伊个早嫁出世了后，这个家庭忽然间变作三代同堂。即马全家人会当有讲有笑，做伙食饭，是较早爸仔囝关系上歹时阵毋捌出现的。因为吼，我拢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讲，我有人互你食，有人互你穿，啊，佮有人互你住，哦，我的部分已经付出了，啊，你的部分就是讲。你一定要拿出你在校的成绩，拿来出来给我看，这是给我一个最大的安慰。啊，可是国中之后就差很多了，失望了，失望的心情就是讲，我这辛苦为着这个家来付出，那是我的感觉中，他的功课上有这个能力，但是他好像不是很认真的去读书，啊，所以我会感觉很沮丧那个样子啊。看到人家那个学生啊，很有读书的一个气质啊，所以说一直在
一直在期待用我儿子能不能上到这种高职，彰化高工还是彰化高中这一类的第一类的学校。哎呀，这是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那个时刻了。以前乡下小孩的话是功课上还是都还可以，然后一直到高年级的时候，因为转学从乡下的学校转到了都市里面的学校，忽然发现有一段很大的落差，会一时之间奇怪，在学校都知道老师在说什么，然后怎么会到那边完全听不懂。那他每次可以看到成绩单或者是老师联络簿上面又写说啊，这个小孩子今天又怎么了怎么怎么，那免不了回家又是一阵毒打。其实那时候蛮怕他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去辩解，因为那时候根本不懂得那个叫我真的听不懂那些东西。对啊，所以这样子的算是一种恶性循环，到最后其实变得越来越不讲话，打就给你打吧。高中的时候啊，就是转校嘛，转校的时候这个孩子要他有他就是太回家都 不要跟我们讲话，你跟他讲他也不跟你讲啊，可能我们以前的教育方法也不对了，对孩子希望太大、哦、然后说他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，我们就会不高兴这样。对啊，后来就他们父子之间那么不快乐，很不快乐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家庭的气氛都不好。你拿手菜、啊？没有啊，就昨天晚上去买的。你还敢讲？从来没下过厨的人。你什么时候要煮一手菜给我吃？你只会煮泡面而已、啊。我煮泡面很好吃。我觉得我们那时候都不沟通的时候，其实有一段时间完全不讲话，然后忽然有一天放学回来，桌上有一封信，他写了很多的东西给我。虽然那些东西有的不一定现在还看，那当下不一定看得懂，但是确实那时候看了心里面有不一样的感觉啦，倒不是说负面的那样子的感觉，有一些那也开始就会回信给他。那从此之后，慢慢的，有时候可能一两个礼拜啊，或者是过几天，就是会有一封信，然后，但是我们也不会碰面，都是他放在我的桌上，我偷偷拿去放在他的床头，就是从那样子的时候的开始、啊。这是我写的。啊，这可能遐囡仔写的款了，因为我嘛唔知有写这。我啊，那袂记啊，爱搁看这张。他说要跟爸爸沟通的信件啊，他说他跟妈妈就不会都很可以开心当像朋友一样，啊为什么根本不能跟爸爸像朋友一样这样谈天呢？所以这个。有啦，拄啊，那讲的立场不同，观点不同啊，做法不同，年龄不同，性格不同，环境不同啊。哎，这我儿子写啊，啊，以下几种内容，有代沟的时候发生时，没有进一步的畅谈，而导致我们可以从老爸朋友相处，又变成老爸父亲的对待。啊，伊今写这张内容吗？啊，伊写足侪张啊。因为我嘛无印象咧，因为迄阵啊有写互我即张个时，我有甲夹起来，吓啊！我遐作为父母的人，无法选择自己想要完美的孩子啊，孩子也无法选择父母的权利啊。如何创造未来，开启新的纪元，完整甚至我的意见，将来无法判断是非，你自己会过着痛苦的生活。何不抬头挺胸，迈开大步往前走呢？增进彼此见解的共同点，请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这算是你回复伊的呀？哎，我回复伊的。因为那时候他会觉得说，因为他跟妹妹他们年纪相差比较多嘛，他会感觉说我们都不疼妹妹，不疼他。因为那时候高中的阶段，他就是这种感觉。啊，那回家。回来到家里就像孤儿一样，你跟他讲话，他也不跟你讲，就整个一个人都关在房间里面。
他只能用书信来沟通了。其实那些信件的内容，我到目前为止大多不记得了。但是有一次在楼上的时候，因为他，我发现他会有写，以前有一段时间他会写日记，然后他每次写完都会收起来。啊，有一次他忘了记收起来，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看。我比较有深刻印象的是说，他里面写了一段话，就是说他就是一个乡下出来的孩子，也没念过太多的书，然后很快的当完兵之后他就结婚了，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就去当学徒了。他原本也觉得就是很懵懵渺渺，然后生了一个小孩，结果没想到小孩子在小学第一次考试就考了满分。然后他里面写了一句话，他就是他认为说他叫拍得出头孙。我那时候我还是没有办法形容那个感觉，就是说当我看到那一句话的时候，忽然会觉得说爸爸有他很，他在我们面前他是很坚强的，很刻苦的，仿佛他可以挡住一切。但是在我们觉他里面透露出来，他有他悲观没有信心比较负面的那一面。然后我们也会想到我们的处境，其实也是我们的处境也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功课不好，交坏朋友，一直然后自己的自信心越来越差，越来越悲观。所以说在这一方面的情绪，我觉得说跟爸爸那时候的情绪是有重叠到的。慢慢的有一些情感上的认同嘛，对啊，那很多事情你在情感上可以接受可以认同的时候，就不需要太多道理去解释了，对啊。这个比较细的比较多，把这个弄进来，因为这个量太多，太多了啦。那个本部不要了，不要用这个了。整，你看它是整片，你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呀，好棒棒哦！哎，舅舅，啊？呀呀呀！嗯。为着要弥补捌失去和谐爸仔囝关系，这几年嘉庆师兄甲后生拢会相招去爬山，不管是玉山宫殿，还是徛家附近的山区，拢有当看到爸仔囝讲笑甲互相鼓励的形影。其实我行行也是感觉去迄个合欢山开的，迄个景色较好，啊嘛较清凉，迄个感觉。合欢，那是我们那时候去合欢北峰那一次是春天呐、啊，是梅雨季的、嗯。对啊，我是感觉较清凉。啊，那是因为我们去雪山跟玉山都是夏天去的、啊。但是迄个扎帐篷怎样？他来不及吧，一天往返好像回不来。没有啊，扎帐篷啊。对啊，今天到西峰的话、嗯。到西峰要八个小时啊。嗯。对啊。真正到比较。有所改变的时候应该是在当兵的时候了，因为大概也是将近于接近我当兵的那一段时期，爸爸开始接触慈济这一块，他是从环保志工开始在那做资源回收。那会发现他跟我讲话的口气跟语气变得和缓许多，不会动不动就用比较激烈的态度啊，或者是去否定你的一些事情。慢慢也可以察觉到他的改变，那加上自己慢慢的去接触了不同的团体啊，你要当兵了，要出社会，开始慢慢去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慢慢其实自己也在改变了。所以那个时期的话是改变刚萌芽的时候的开始。大约三十外个啊，后龙车啦，后龙车买一只。
哎呀，因交通车唔是等下就来啊。啊，不一定。来，借过一下啊，同学，借过一下好不好？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来，认得我吗？可以的哈。啊，你怎么几年啊？三年级，要毕业了。你那头上耍好无？要带一块小朋友哦。哎，那你拜托者。不是不是，因为他们要推轮椅，比较不方便啊。因为和美学实验学校一个学生啊，他行动比较不方便啊，他需要我们帮他把他推到车子上去啊。他原本是在前面啊，他这边就是管制啊。他现在是有他们客运的靠这边比较近，他们这样比较好活动啊。啊，原本是在那边嘛，我们就管住这个地方。因为吼，之前已经我已经甲伊沟通足多遍了，几乎是拢伊听我咧讲，伊很少很少，足少足个讲会开口甲我讲到底是出伫啥物问题。到尾来，因为讲久来，伊嘛有当时啊会无啥爽快时阵，啊伊才讲一句话，我才深深的体会着讲。你有沟没有通，你只有讲你自己的观想观念，你无听我年轻人这个时代的想法、的看法，啊，我才慢慢啊从迄阵啊才改变伊的行为，我都家思考讲，啊，可能我家己的教育方向唔对，哎呀，啊，可能安尼来吼，啊，慢慢啊伊嘛改变伊家己。啊，咱当然伊若有改变，咱啊得咧改变，啊，毋则迄个慢慢啊关系扭较歪来，其他哦，越期待是越烦恼，啊，都顺其自然。反正伊即马互我的感觉就是已经足稳定的啦。啊，你要求的太多，他会烦恼，我也很烦恼。毕竟我要求的，如果他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的目标。造成又要拉开这个距离。假使若今日无踏入主席做环保，可能唔但是安尼，还是较好，还是较歹，无法度去预料啦。啊，这就是已经事实，都已经有改变。因为咱我有当时咱甲做一个环保场，咱敢若一个道场安尼，哦，当作道场来修，啊，照思念你的心。嘉庆师兄讲，家己是一个严肃、脾气阁真硬爸爸。接受主持了后，伊才学着放下身段，用温和的态度去甲后生讲话。虽然个性要改无简单，但是伊愿意慢慢啊调整，希望来弥补后生，嘛好家己的亲子关系唔通有遗憾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每个礼拜几乎都有走了，拢差不多行一家家呢，到一点钟久。啊，你嘛跟你儿子去爬玉山了？那是60岁，他陪我圆梦。跟他讲，没有啊，啊，60岁的生日贺礼啊，啊，因为我家己的体态我嘛惊惊，所以有他陪伴比较安心了。